老公。首先，飞狼，请回答。我是飞狼，请讲。飞狼，这里是指挥部，有个紧急情况，需要跟你说一下。情况怎么样？情况不是很好，我们是在想办法。高总工是对我们国家、对我们军队有特殊贡献的科学家，我们没办法向首长交代啊。想尽一切办法挽救他的生命。
准备心肺复苏，给肾上腺素，静脉注射。护士准备除颤仪。